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雅学编织。这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一款对称型错位蕾丝双花带的钩法。首先，第一步，我们钩八针锁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接着呢，我们捏着最上面这一针啊，然后钩三针锁针，相当于一针长针啦。然后呢，在捏着的这一针里面呢，就是第一针里面呢，我们再勾一针长针。两针锁针，隔一针，也就第二针里面不勾。在第三针里面呢，我们勾一针长针。两针锁针。再隔一针，第四针不勾，在第五针里面呢，勾一针长针，两针锁针，第六针里面，我们勾三针长针。第七针里面，我们勾一针长针。第八针，也就最后一针里面呢，我们也是勾三针长针。啊，这就是第一步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步，三针锁针。翻转织片，仍在这个第一针里面，我们勾一针长针，两针锁针，我们隔两针，这一针跟这一针，也就第二针、第三针不勾，在第四针里面呢，我们勾一针长针，两针锁针，再隔两针，第五针、第六针不勾，在第七针里面，就最后一针里面。我们勾一针长针，三针锁针，在左边的空隙里面呢，我们勾七针长针。好，我们呢后面就是始终重复第二步的这个方法去勾。我再示范一组：三针锁针，翻面，仍在第一针里面勾一针长针，隔两针，在下一针里面勾一针长针，两针锁针，再隔两针，在最后一针上面。勾一针长针，三针锁针，然后在左边这个空隙里面呢，我们勾七针长针。好，后面呢我们就始终重复刚才第二步的这个方法循环去勾啊，我们勾一段回来。好了，勾了一小段啊，看一下，就这样的，正反面都一样。好了，那今天课程呢到此结束了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